各位友友好，文哥现在出门，日常生活的开始，去买菜，买完菜呢，回家煮菜，电扫，365天，总是有那么一些无奈，但是呢，有时候电扫烧菜买菜也是一种乐趣。一会儿我去公园坐着和大家聊聊天，好吧？很久没有嘎嘎珊瑚了哦，很多朋友都喜欢看龙哥的日常生活，那就满足一下吧。这边的各种店铺都好像开了，快有2星期没有过来看过了。这家店好像是买各种果子的，咖啡和果子，这些都是新造的，所以今后那个筑基公园会越来越热闹。现在我前往一个阴凉处吧，但是我怎么找都找不到阴凉处。这边到了秋天的时候，百花齐放，很多秋天的花朵都在这边，会把它摆放出来作为一个花展。这边人比较少，因为有时候拍视频怕有人走来走去很麻烦，也很凉快啊。到了春天，这边全是樱花树。哎，大家好，我是龙哥，找了半天还是有太阳，那我就少说几句。其实最近一段日子，很多网友粉丝友友们都在向龙哥提出一个问题，说龙哥最近好像蛮郁闷的。我也不知道你们从具体哪个视频的角度看到龙哥非常忧郁啊。其实龙哥很开朗，人也很直白啊。如果有什么不开心或者非常就是这种说不清楚，我肯定会在视频当中说。但是呢，有些东西呢，确实我没办法说，我只能放在心里啊，然后慢慢自个儿去消化。所以很多朋友就看到龙哥好像总在拍医院啊，拍医院呢，我特地去拍的，正好一个机缘巧合，让我有这样的机会，我去给大家拍摄一下啊。龙哥没有生病啊，感谢大家的关心啊，很多那个头条友友、抖音友友，还有西瓜友友们，都在关心龙哥。哎呀，龙哥怎么回事啊？是不是生病了或者怎么样？放心，我一切安好啊。具体是什么一种情况会让我去拍摄啊，或者怎么样的？以后看情况再说吧。啊，最近一段日子呢，我不想被人打扰，就是把自己封闭在一个很小的空间，除了拍视频。其余时间我基本不说话，就不太想说话啊。把自己关起来，封闭在一个小的空间里面，有时候或许自己会和自己说话。最近一段日子嘛，反正自己感觉感悟颇深啊，看懂了很多东西，看穿了很多东西，明白了一些以前不太明白的道理啊。以前我怎么看都看不懂，也不太愿意去想或者去分析吧。后来最近一段日子，我就特别的对某件事情啊、某些人呢、一些事情呢、一些所在身边发生的一些
事做了一些分析和研究，谈不上研究吧，就是反正去回顾一下以往，如果这些事情在以往我会怎么做，但目前这个事情出现在当下，那我又怎么去应对。前几天有个网友突然间问龙哥，就是在日本怎么去看病，或许他看见龙哥这两天都在医院拍摄，他要想找一家就是类似于中介或者是在日本当地的接受的医院啊，正好有个朋友帮他介绍了一个东京的一家私人诊所的一家医院，也蛮大型的，然后里面的好像都是中国医生吧。我感觉啊，如果你要找靠谱的话，尽可能找日本医院。咱们都是中国人，不是说中国人不相信中国人，但是我觉得像看病这样的大事，我觉得还是找日本人比较靠谱啊。这是个人观点啊，大家有的可能在日本开诊所或者开什么医院啊，对我这样的说法就是不太赞同，会喷我。反正你们要喷就喷吧。我说的反正都是事实。好了，那天很热啊，天很热，所以呢，最近一段日子呢，就是只想独处啊，和龙嫂两个人，还有青青他们啊，一起在小白楼喝喝茶，自己煮一点美食，不想被打扰，我也不想去打扰别人啊。也最近也是。确实在劳烦着东京的兄弟魏总啊，飞来飞去也是非常的辛苦啊，我通过视频感谢一下啊，因为这样的日子还很长。怎么说呢，语无伦次了，也不太想多说什么，因为我的心呢是比较直白的，你叫我去很含蓄的说或者是拐一个弯去说呢，我确实不会说。龙哥反正心里有啥，我基本就会一股脑儿的把它说出来，说出来之后呢，我心里会觉得就是很放松啊，也不会去就是说你有没有这样说出来之后别人的心情会怎样，我从来不会顾及到别人会怎样，我说了就说了。但通过这一次这件事情，我感觉我应该保持沉默了，不像以前那么疯疯癫癫的口无遮拦的，我感觉我应该要学会就是沉默一点，不想说话。所以呢，像上几期视频龙哥就说了嘛，我说啊，最后一个结尾我就来了一个请勿打扰，就这个意思啊。好了，太热了，我实在受不了了，我现在去买菜了，好吧。旁边乌鸦嘎嘎嘎嘎嘎叫了，烦死了啊，打断我的思绪。好了，就这样，稍后再见。刚才去帮龙嫂买了切片面包，我自己买了两个菠萝包、葡萄包。现在走地下通道，就是步行街去买菜。又到了这家店了。老板坐在里面笑嘻嘻的看着我过来。好了，今天还是买刀豆，现在刀豆涨价了，原先300，本来250，名字好难听，250300，然后现在是300，不过很嫩很嫩，买一点吧。拜拜。这是平时拍摄都经过这位老人家同意的啊，不是随便拍的。找多少钱？35。好了，谢谢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买一根玉米，后天要煲汤。现在玉米很少有店里有了，买吧。好了，买了茄子、玉米，现在去买胡萝卜。旁边还有一家大卖场。
这位大哥是哈尔滨的啊，哈尔滨的，哈尔滨的友友们为这位大哥点点赞。好好，谢谢谢谢，我们我龙哥今天跑到这边来买一点家常小菜，那么国内的哺乳，哎，哺乳嫂子喜欢吃油辣子，还有康师傅的那个叫什么啊，酸梅汤，酸梅汤的，哎，酸梅汤，陈皮酸梅汤，陈皮酸梅汤，一共花了1800块，日币，1400，1400块，啊，在这边，就小白楼后面开了一家中国物产，啊，龙哥现在买东西方便多了，不用再跑去日本瞧了，好了，谢谢，哎，请，哎，1400，哎，这咋这么多呀？是我一个手机在拍呢，哦，对，好，我说对的。哎，这么多这么多呀，老板你发财了，这么多硬币啊，这么多硬币没几个钱，哎，好了，咱们视频，谢谢，视频就拍到这里啊，老板跟各位友友们说再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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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，谢谢，欢迎大家来光临，哎，欢迎光临啊，欢迎随时欢迎啊，好的好的好的。